我说真的非常的压抑，说环境有办法这么的渣。然后我们打开的时候发现，哇，到小腿肚那么厚的一个算是垃圾堆，我们看到好多好几十袋的那个蟑螂，非常的恐怖。蟑螂老鼠乱窜，虽然惊慌，但大家还是同心协力将屋子的物品全部搬出，进行分类和清洗。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不过今天来看了之后，其实我们的物欲都非常的强，而且我们生活真的是过得比别人好很多很多。有些人真的下去会吐，我，而且我也没有办法跟你一起扛，因为它好重。年迈的屋主以捡拾回收物谋生，但因不善整理，以致环境脏乱不堪。云林慈济志工协同斗六慈济医院，共同为他打扫清洁。见苦知福之外呢，可以让看到啊，真侪人间的苦难啊，等于病院内底，咱当然会当开发伊的慈悲心，啊，咱的小朋友嘛会当啊培养一种主动啊整理环境啊照顾好家己的这种心。亲手为这家人贴上春联，并送上祝福歌，象征气象一新，祈愿他们能过个好年。大爱新闻云林综合报道。